主要在热身的是郑琪红，关大元呢还在做传接球而已。这局呢对拉米戈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机会，落后三分了，但陈金峰获得保送，要轮到林宏宇，接下来还有钟成佑、郭彦文。一球削进了好球带，球还压得相当低。嗯，主要压低了哈，球速，追求球速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就是控在低的位置，让他打成滚地球。小胖林宏宇呢，今天前两次上来两打数没有安打。回退，这球是好球。打者仍旧是没有出棒了，现在球速呢变成了良好球，没有坏球，又碰到一个卡特。去年的年度 MVP 最有价值球员，所谓的年度 MVP 就是一整年呢表现是最优异的选手呢才会拿下最有价值球员。那今年目前开机出的打击率也不到两成，那打点是因为有一场比赛打了 Grand Slam 的满贯全垒打，所以打点还是有一定的水准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，剩余的飞球中完手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这个球上去了，被林宏宇一棒扛出去，这一棒扛出去，双方只剩下一分的差距。年度 MVP， 去年的年度最有价值球员，两分炮。哇，这个球没话讲啊，真的扛得够远，真的是有神力啊，爆发力相当的好。哦，真的是被扛出去啊。嗯，对，来得并不晚啊，马上把分数追了一大半回来，也把一垒上的陈金峰给送了回来，现在只剩下一分差距，双方差一分。陈金峰本来要把那个娃娃丢给观众，后来发现全打不是他打的，再把那个娃娃给林宏宇，林宏宇抛给观众，因为那个全打不是陈金峰打的，他已经把那个娃娃准备要抛上去了。再看一下这个球，投高了啊，这个球就是当你没有速度投在高的位置又外角偏红中的话，这种球是最